互先生即个假名，即个假设去绑起来，所以讲讲，我安尼死就是去啊，哦，一死就去啊，啊生就来，啊所以来去，这是一个凡夫的这个一般叫的这个啊，这个干涉，干涉的看法，所以这个干涉的看法，这个干涉的看法就是讲，你去哦，这个干涉去啊，就灭掉的，迄个先生迄个动作是。有需要来的，但是因为你行为少数因达到这种意境当中，因为伊已经无予这种眼神、这种的部分被他看出来，伊已经达到灵性主、灵性啊灵的主法相，伊会当灵性分别的这主法相，伊了解一切物件当中啊，无来到无去，做无代志，来到去。是种哪样呢？就是延伸、延伸、延伸，所以延伸的延伸，因为伊要适当的延伸的物件，所以延伸就是你这个线来到这个延伸，做这个线来到这个时间点的线，当你这个延结束的时候，但是这个不是变，这个来去这是一环物件，所以讲我们过来到这个世界，我领悟了后，我就那么来所在，我那个所在。说这个说的需要我，啊，我过来这里，我过来到这个世界，我再来到这个所在。比如我变成我到这里去，你那个汤，那个用那个汤去做烧，啊，我就会得到那表面。你中年，哦，我不需要你新年，我爱用那个汤你新年，新年做烧爱得到表面，是不是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因为咱人做大事是应着伊。来到这个世间当中，为化众生这个心啊，这个心的宿命甲心性的责任，哦，所以伊来这啊，这个这个应有这个啊大师啊，这个师父的大师来开拓着啊，这个了教化一切众生，所以伊已经把伊这个关系，因为你伊这个等于伊不能来说话。所以咱要讲起，咱一般叫讲这个东西吼，叫做回归去咯。回归去咯，当中这是一个，这种是一个名相。所以咱现在希望咱把这个名相，就是讲我本来对遐来，我到咱这个所在。那安尼当中呢，到什么悲哀呢？到什么欢乐呢？到什么伤心呢？迄个伤心甲悲哀，迄就是一根叫叫这种悲伤的情感事情。所以悲伤哪样呢？必须你要当中呢，哦，有悔悟啦，有哀乐啦，吼，有这些不生这物件啦，吼。所以还是那个，所以三六九是我们一些修行来着。以前不听，我讲修行来是怎样呢？以前不听，你打到门，对哦，有以前不听，修行来是你得当了个这利益，顺打到门啊。啊，你来，你来，你这少年，你这刷屏，你这修行的啦，好，我来是吧？做来是干咩的吼？你好歹想着想到未来，想到你想到干咩？想到未来方面，哦，所以干咩的吼？你去追求，为了啊谁啊？就是讲，你今日考，你今日考，是不是人考？不是人考，我就干咩吼？你问考是干咩？你是为什么？你哪会我唔知意思？我做意思。啊！你若唔知技术，我唔知技术，你如果啊，我唔知哪方面，啊，我唔知哪方面，对不？我嘛，我唔知哪方面，我家己在我地方里听我的音，对不对？我有我的技术，就不义不无命，啊，我哪会知？你对？
你若知我，你若知影我的意思，我知意思，这不好的，哪你靠不开，你何必去靠呢？哦，所以才来讲，发现用无心的来去，所以这条路，这个因果，我把这时间上，这方面都是黑了。你发现，就是讲，这个主席，这个本体是什么？这个发现，不如心灭来去。无来无去无代志，啊有来有去全代志。但是因为我今日一定知影要怎去要怎来，这是一个自如，啊嘛叫做哦无来自如无来啊。哦，所以我已经达到这个意境了，我唔免搁有这物件当中啊去跨界啊做来这物件啦吼。所以你当中，你认真做，你当这个，我来跟你讲一出，我来跟你讲一首曲啊，这个名叫做真。计当真奇，我是真计当真哈。逆应上初期啊，一模一动啊，一处是平啊，不是平啊。比如大家会当去，我是以恁大家来当去思想啊，会当去探讨上哦啊，做清楚了解哈。啊，是意外很快，意见还有导航。你是讲随便聊，我看意见，他们看意见，我搞些意见哦。哦，我看迄个物件，跟看迄个物件当中，那无搞虽然你是上，但是未了我的话哦。所以一处修，就爱去照咱去行哦。不失本宗啊，本旨，无离开迄个宗旨，迄个宗旨看是该说对个，安尼对啦吼。所以将这个做对了，将这个做对了。亲书作曲的哈，写书约做诗酒记的哈。以为一切无有尽，不依见无尽，欲见无尽者，是见即无尽。欲明自有尽，离假即成尽。心自心不离假，无尽何处尽？有尽即非动，无尽即不动。欲修不动摇。动无静不动，欲灭即不动，动相亦不动，不动是不动，无情无分别，令心分别相的亦不动，当作无是灭，即是真用。不出合合名号的名号，莫无大仙门啊，出即生死地，欲言下相应。即用论不义，用心不相应，啊，就用欢喜，初衷不如精，精即心得意，精力精法门，复现神识。当然，这道理会使来讲，伊是咧，因为伊是对用变化的当中有发生变化啦，吼，伊本来是这样，但是伊唔得咧了解这道理的当中，就是换了。哦，爱画清楚出来，迄个大脑，迄个大脑若分不清楚，就变成真法混乱，你得甲搞混乱吼。所以呢，一切无有尽，无义见无尽啊，无义见无尽啊，欲见无尽者，是见尽无尽哦。这个当中啊，讲起来大脑就好。一切无有尽，当然呢。做这个发到深啊嘴。
信，若无信，这缘分的内底当中，伊本身伊无菩提名呀，伊只个缘心来缘灭，到这时阵，但是这个缘法，伊协助这个缘法，就是要把这个信，这个本性，已经信透了物件，所以一切无有尽，一切法，就是一种方便大念。方便干，但是因为无这嘛未使，无这嘛未使来处理。如果你若不念，我一切拢无得拢无啦。安尼啦，安尼啦，你甲修法就到了，修法就到了，这点要了解。不以点无尽，那你那个就是讲以这个点，这个点，这个点，以这个点为尽。
肉眼自由见。